听友即讲伊去请人吼喷草药啊，啊每一趟呢是350cc，啊伊吼当工的迄、那个。会再喷，哎、啊，当时呢，因为吼、有淡薄啊微微啊风，啊因为隔壁仓库讲吼，宝宝种高丽菜啦，哎、讲吼，伊种完吼怎啊讲，哎、菜籽啊个臭灰哒，啊是毋是？请问讲，如果迄个国沙草吼，当时若是有喷着伊个土面，哎、拄好下晡吼来种，哎、个会臭灰哒嘞，是不是有这样的疑虑？这个部分呢，我真歹甲咱好朋友吼、做一个很做明确的一个讲是啊，唔是啦。伊讲，即马你栽啊盆对，啊，迄天下晡伊种各类菜，我种各类菜了，菜栽十几天过啊，吼，即、这个。有当时啊吼，这种很难的十几天过啊，你才去讲我这个物件有这款的这情形，而且你是早啊盆伊下晡去种啊，你就是有背过吼。如果那是背过，应该袂贵苦啦吼。那总讲啊，伫伊的边啊，咱的边啊遐一撮啊吼，啊拄啊好一个，安尼或许还有可能性吼。啊，你也是讲伊的安尼的怎草会大呢吼？啊，因为这个国沙草吼，伊。有一个足大的特色吼，没有什么移形吼，伊袂讲像即、這个像即种嘉陵赛吼，嘉陵赛一本安言，就是迄个啥物村之类吼，伊毋是像迄种物件安尼啊，讲饮水啊是讲伫涂骹底以后会走，伊含即个巴拉瓜有一个同款的即个特性，就是讲有一个啊，即、這个真固定啦吼，就讲喷落啊，底下就是底下啦吼，所以。一般来讲，那是因为去哦，过沙草伤着吼，是因为你鬼区唔知啥物情形啊，不啊的，较唔敢去讲吼，唔敢讲伊是安怎。但是你也是讲，含咱小交界迄个所在，干那去打有阿伯为正常，安尼我都唔敢讲吼，因为伊这是有可能性吼，有这个可能性，因为啊，你这个倍数是正常的，这个倍数唔是讲特别重啦吼，但是也不是特别的轻，所以你这个土壤。这个残留吼，伫土壤的这残留内底啊，伊是有可能的，然后就是讲有可能伫这土壤的表面的残留，但是伊这个物件吼，伊伫土壤内底，伫迄个所在就是伫迄个所在吼，这点你也当去了解一下这个啊，这个重点来讲。伊袂讲像嘉陵赛讲啊，伊会去加会老会有这个啊，这吸收啊是安怎吼，他不太会。袂老将远诶，去安尼啦吼，所以这点呢，咱会当好朋友呢啊，少了解点吼，就是讲你位置所在来解判断。但是你讲伊拢袂走吼，即袂走将远诶啦，伊伫涂骹底，即物件拢有一个即个啊固定性，就是讲伊固定安尼吼。所以啊，这点咱好朋友呢爱少来解伊啊做一下即了解。但是是毋是讲十几公啊，要搁有会怎规个臭诶打起？那规区吼绝对毋是咱诶关系，但是呐含咱小啊小交界迄个所在吼。含咱小交界迄个所在呢，啊，我相信或许还有这个可能性，吼，就是讲，即、這个有当时啊，咱是唔敢去直接做这代志，是无法度讲，直接就甲伊即个判死刑安尼吼，到底是安怎啦吼啊？所以啊，我是感觉讲，你是唔是当为即个所在呢，啊，来甲伊即个做一即个判断安尼吼，这是咱会当哦，好朋友呢，小了解到的即个，就讲你咧判断的时阵是，因为即种物件它是。是无法多吼，他没有办法去移得很刷足远的安尼吼，移种物件含，变讲像巴拉瓜吼，巴拉瓜喷底下就是底下吼，伊袂走吼，伊无啥移形性，伊落土伊就无效啊吼啊，所以这点可能是伊的这个啊，这个差别吼，这上大的一个啊，上大的这个差别啦吼，所以这点互你小做一下参考吼啊，这有当时啊吼。但这种物件就是足歹去甲伊啊，即、這个药吼，算大家都在烧钱啊，现状吼，这大概会很困难呐吼啊。但是我一个功德等，还有一个功德等啊呢，这物件呢，伊还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，迄个企业家哦。所以我是感觉讲啊，你是不是为这所在来甲伊即个旁证一下安尼吼啊？因为有可能隔十几天哦，因为这個半衰期是有一定的，然后来讲这个浓度，这个药喷底下。啊！但是十五天啊，较看到伊臭大，因为伊个慢慢啊，伊个慢慢啊，迄个叶嘛吼，就是讲伊慢慢啊分解。啊，这一般来讲吼，
国杀草差不多一礼拜，吼，伊迄个产效性，并讲伫迄个所在，那正经有状况的时阵，应该嘛是差不多一礼拜。啊，所以你种落，因为你甲喷落，啊，迄工会保证，安尼，伊也无残留着，有可能伊迄个许淹水咧，啊也。去啊，竖一挂起起安尼，吼，这还是有一定，但是这是爱接触性的吼，所以这个还是就真歹解许。但是因为即马就讲，伊这物件爱一喷落，伊是被移动的吼，这含迄个又无同款吼，所以你也无去甲喷掉啊。你讲伫涂骹底，伊敢会竖起哩吼？我唔敢讲无啦吼，但是这个可能性吼，讲一句较歹听的，讲相对应该很低的吼。伫我个人的这个这个判断内底是安尼吼，所以有时啊是啊，这当然你也是去鉴定，应该是你的赢吼。但是即马我一个讲到等下来讲，有时啊咱大家旁边咧做伙的时阵吼。这大概小做些探讨了吼，啊，会当好好啊，下面讲看买下者，我相信啊，应该是还可以的啦吼。就讲卖讲去经验小济啊，是安怎吼？啊，问题是，老实讲啊，你若问我讲，私底下你问我，我会跟你讲，迄个机会就少吼，机会真的很小啦。就讲咱就事论事，但是有时啊做些代志，咱是无法度，比如。这个简单讲就是讲阿婆啊，要看的这个范围也无够宽，我唔敢啊，一个遐尼细的跟你讲啊，迄无可能是安怎。但是如果那是含咱小接的迄个所在，因为咱也唔是去甲喷龟窟嘛吼，啊，这个物件是被刷来刷去吼，伊袂伫涂骹底喷伫迄个所在，伊伫迄个涂骹底吼，就在那里的啦吼，伊袂讲怎并讲你喷伫横头，啊，伊横尾草会死，这含迄个加林赛吼。即、这个，咱咧讲啥物村咧无同款吼，啥物村咧伫土壤内底袂固定，你即马只甲喷落，反正迄边尾会臭会死，但是高山草无即种功能，喷伫遐伊家只只只会死尔，迄边系通常是啊无真好诶解决效果伫咧安尼吼，所以你用即个所在来解判断，你讲伊若是龟窟，爱绝对都含咱无关系啊，但是若含咱小接诶所在。有臭打臭打，安尼吼，咱可能会当小夸来甲伊啊，咱就较唔敢去甲伊分作开嘅安尼啦吼，就讲咱就唔敢去甲伊讲啊，是唔是有这款嘅一个许安尼吼，所以即大概呢，咱伫即个所在呢，当吼咱好朋友吼，小做者即个了解吼，即基本上，咱是用即个所在来甲伊即探讨啦吼，所以即种最主要是安尼吼，一般啦是讲这种物件吼，比如讲伊那是落伫涂骹底的时阵吼，落伫涂骹底的时阵呢，这个根吼真歹来给吸收啦。哦，就是讲伊要吸收起来伊的一个，因为你无去甲喷掉表面，你知影无？你那是因为这种高山草吼，表面掉掉的时阵吼，伊迄渗透性真好，所以伊只遐伤害可能就真大。但是你甲伫涂骹。涂骹伊要吸起来吼，即、這个伊要去吸高山草的即、這个，唔敢讲无啦吼，来讲伊根系吼，要为根来解吸收的即、這个呢，即、這个效果真歹吼，所以简单讲是安尼吼，所以即、這个有当时啊吼，这种物件咱咧用咧即、這个效果上吼，可能咧爱当好听众朋友咧稍来解即了解点吼，即、這個、大致上是这款咧即经营，因为即个部分吼。伫即个国赛草，伊即马吼是安怎？伫世界大家看你啊，去较认同，即原因就是讲，伊即个物件就容易微生物去解分解吼，所以伫土壤内底吼，伊袂留足深诶吼，系讲伊伫迄个表面，伊在遐有安尼尔吼，啊，迄个时间真短哦，即有当时啊你。一段时间过，你甲喷啊，过差不多几工过，差不多热人三工，寒人差不多七工，所以咱一般伫啊十工，你差不多。